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自由换 Faith Grand Order》，我哋继续嚟抽卡啦。咁啊，除咗呢一个嘅亚瑟王嘅男性版本之外咧，仲有另外一样嘢抽嘅，就系呢个天草四郎啦，同埋呢一个我都唔知乜嘢啦，总之系好嘢嚟啦。事不宜迟，同大家嚟一个十回先。呢、这个概念礼装好似系冇嘅，咦？呢个系啊 ，Saber 嘅亚瑟王嘅亲信嚟喎，呢个可以话系。OK， 咁有啲新嘅英灵啦，同埋呢一个嘅概念礼装咁咯，系啦，咁啊应该系会讲嘢嘅，亚瑟王嘅亲信。Saber， ready be。これより、あなたのサーバーとし、我が王の王となる。可唔可以俾只好嘢我？虽然俾只齐格飞我系可以升宝具，但系个问题，我想要一啲新嘅英灵咯。
好，又是一些新的概念禮裝嚟多轉啦，真係唔好咁掃興，嚟多轉，然之後再抽夫婦。咦？有機會，有機會，有機。是不是咦 Lensa 喎，李舒文啊，这个 account 好像没李舒文 ,OK 的。哇！呢啲星寶巨星爆曬噶啦喎，已經可以呢啲 Ultra。Lensa。咦？呢個係古羅馬皇帝嚟嘅喎。咦，好嘢嘅，好嘢嚟嘅喎，呢个概念禮裝，一开波就80% 嘅80% 嘅 NP 系啦，冇错。咦，呢只 caster 我想要好耐喎，但系正 AC 唔中，反而负 AC 中喎。OK， 呢个系蓝胡子啊嘛。即是他的拍档是雨生龙之界，是不是呢？我们记得龙之界咯。OK， 是啦，他应该是李舒文和蓝胡子应该是会讲嘢的。好，讲嘢。サーヴァント、ランサー。神明を離処分と申す。存分に槍として使うがいい。来了来了来了、蓝胡子、到来了。お招きに預かり水産つかまつりました。苦笑いじる部分をおそばにはべ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OK， 好，咁啊，唔争在抽埋嗰啲夫妇佢。不好意思啊，咁多位观众咁多快都滞，啱啱嗰个都系阿修王嘅亲信嚟嘅。哦，啱啱嗰个系 Saber 嚟嘅。又概念禮裝，我要英灵，得噶啦，知噶啦，威噶啦，我要英灵啊！新的要，其实都有新的英雄给我了，就是李舒文。
即系呢个象系一个新嘅英灵，仲有呢一个嘅蓝胡子 caster 都其实已经系新嘅啦，对于我嚟讲，即系呢个 account。妖型喎，呢个全部都系啲面具嚟嘅，几特别啊！巴萨卡吕布奉仙，好抽埋依次先。哇，俾个魔力计我。OK， 咁啊，收一收手先啊。好，咁啊睇睇英灵先啊，咁啊之前咧嗰、那个呢、这个叫咩啊？齐家飞咧就抽到咗只，咁我就嚟紧可以咧令到嗰个宝具咧就提升噶啦，齐家飞。好，咁啊另外仲有其他嘅银色等级嘅，即系三星嗰啲啦，咁三星嗰啲 saber 嗰啲咧又系可以用嚟升宝具嘅，咁啊喺一个。冇勁，即係冇一啲全四星或五星嘅隊伍嗰度咧，就頂住先，係啦。咁都 OK 嘅，就好過用銅咯。係啦，咁啊好多啲素材，咁我嚟緊會升曬佢哋，咁啊好打啲。咁啊，李书文啦，今次抽到即系呢一个系呢一个 account 暂时一个 OK， 即系打得嘅 Lancer 嚟嘅，我觉得系，因为之前好似冇抽过 Lancer 噶呢个 account， 系啦，咁啊，阿李书文。咁啊，嚟紧佢系中国武术啊，嗰度有讲噶，佢嗰啲技能嗰啲嘢。咁啊，六合大枪咁样。咁啊，神枪应该系无啦，应该系无二打。OK， 好，咁啊，今次咧，我哋呢一条抽卡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咁多位观众。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嘅话，你可以揿个 like 或者 share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，你可以订阅我嘅 channel。咁样我嚟紧咧就迟啲有石嘅话咧，我会再同大家再抽呢个 Fate Grand Order 嘅。好，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再见，咁多位观众。拜拜。